圆圆满满，顺顺利利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拆屋平安，动。得到住户90%的同意，今天能够正式的拆除。我们也经过疫情，未来改建之后也会有地上17层、地下4层，户数也会从原本95户增加到148户。我们也规划会有3米的人行道，用路人的便利以及安全。周边柏林路旁边也有一个福智公园，享受很好的生活机能。